宝贝学习书是提升智能发展的拼图百科，书本已有形状、家族成员、农场动物、水果、交通工具、我的脸、颜色、数字、儿歌等多种基础知识。书本二有找形状、礼貌问候、野生动物、来数数、交通工具、天气跟衣服、做料理、相反词和同诗。书本材质柔软，圆滑的边缘不伤手。找形状，家里的家具有什么形状的呢？三角形的吊灯，圆形的时钟，还有方形的桌子，好多神奇的动物哦。那袋鼠宝宝在哪里呢？原来躲在妈妈的袋子里。路上好多在跑的车子，救火英雄消防车出动。我的脸可以做什么表情呢？跟着做做看吧。泡棉书经过多重严格的检验，无重金属与塑化剂，让宝贝安心玩耍。拼图可以训练孩子抓取东西，每一页都藏有小惊喜，让宝宝自行摸索，培养探索事物的好奇心。